多一个这样子拉过来的棒子就已经倒下来了。就你如果先准备好了投篮了，你是就准备就开始投。如果你拉过来就倒下来了，但是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来了就直接往下了。就把它崩，往后崩一点，往后崩，把你的准备姿势往后崩一点，然后你的右手就直接下去，直接下去。外脚。准备好。内脚。